看出来就中了。还有，你再放上点，还有一点了，不，再弄出来吧，又挤出来就行。你不让鸡鸡蛋出来，你上面一点了。俺家一点肉不就是了？不要。来，二油找个点夹出来就中了。嗯，不还有找点夹的？嗯。啊，多少钱？啊，不太方啊。看了吗？更好。啊。看了吗？要放。等等等，我等一会儿给发过去用来，你家鸡蛋。把这东西是不是正好啊？嗯，正好的。你想那第一次切那个吧，王总。嗯。哎呀，我得上后边去找小芬儿，等大来给那个好了你那干什么？来，再讲。一会儿划了给你。